来来呀，是说最近降温了吧？咱俩也不至于穿成这样吧？苏苏呀，尿炕的孩子也不都是玩火造成的，换衣服也并不就只因为降温。那因为嘛？假如有一天你看见迪迦骑自行车，你会因为他是在劝导人们低碳出行吗？劝不劝的放一边，他这不是侮辱我心中的迪迦吗？男的也不能骑自行车。看见咱俩的一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。可奥特曼的形象是虚构的呀。谁的形象不是赛的？咱俩还都说过不搞偶像崇拜呢。谁听了啊？所以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把那身破布衣硬啊，换上防寒服。你就是苏查哈尔灿，我就是乔斯达莱莱。人家匿名不都挡着脸吗？咱俩这换身行头，人家就认不出来了。脸起不到那么重要的作用，都给马上脖子上有痦子，还不是一样能看出来吗？衣服能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吗？一看就没逛过高端商场。来来呀，我觉得钱对我来说特别不重要，我这人不耐钱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，多少钱也买不来生活中的自由和向往的远方。又听民谣了是吧？你觉得不重要是因为你没钱？没有，真心话，钱真的不重要，多出去走走看看世界才是真的，别让金钱绊住自己的双脚。那我给你做个测试题，有三个房间，一个里面只有手机，一个里面只有电视，一个里面只有你最好的朋友，让你选一间待一年不许出去，你选哪个？白管我一年吗？没提前的事儿，对吗？来来呀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成为父母眼中优秀的孩子呢？别管你多优秀，你也秀不过别人家孩子。我觉得呀，尽量听话就得了。那没嘛，我都那么听话了，我妈还说我不懂事呢。你又惹麻婶生气了呀？姐不快过年了吗？她那天做大扫除，正好我要出门，我就从她旁边挤过去了，扭头就冲我喊：“你挤个屁呀！”你说的嘛？我说行。